由穷变有钱就是一个逐步黑化的过程。黑化的意思就是你接近崩溃之后，你的人格开始切换到阴暗，甚至是变坏。也就是说，你从善良到刁横，从单纯到深沉，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变硬了，变狠了。真的，在变有钱的路上，没有人的心是一下子变硬变狠的，都是被逼的。你还记得吗？曾经和你最好的人骗过你，曾经借你钱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把钱还给你，曾经你最相信的人坑过你，所以你的心才开始慢慢的变硬了，变狠了。对你来说，现在友谊可以失去，信任可以推倒，希望可以破灭，那些你曾经喜欢过的人，你再也看不上了，你再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了，而你只能硬挺着相信自己，再也不愿意向任何人求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对曾经的一切都看淡了，都无所谓了。一个人能变有钱，注定是孤独的，他必须承受背叛、欺骗、失败、痛苦、难受、分离、破产，甚至是官司等等，这就是成为有钱人的代价。你必须去适应，你必须接受黑化的过程，你不能再像一个小孩那样保持纯真，甚至不能再轻易相信任何人和任何感情。所以你不要怕被黑化，它是你变有钱的必由之路。逐步黑化的第一步就是，首先你得成为一个男人，来杀死你心里的小男孩，让别人知道你不是好惹的。该硬的时候你比谁都要硬，该软的时候你比谁都要软。黑化的第二步，你得有人缘，没有人缘那就没有人会帮你，但你的人缘又不能太好，人缘太好的那叫中央空调。黑化的第三步，你得会装傻，毕竟所有人都喜欢和比自己傻一点的那人相处，但你得够精，要不你被骗了还得帮人数钱。黑化的第四步，你得会出卖自尊，毕竟先当孙子才能当爷爷，但你还得有强烈的自尊，没有自尊别人会看不起你。黑化的第五步就是，你得有相信，你不相信别人，别人也不会相信你，但你对别人太相信了，那么很容易失望，也很容易吃亏，甚至会想不开。黑化的第六步，你得对人好，你不善良别人不放心你，但你不能太善良，太善良真的和傻逼有什么区别？变有钱的路上就是这样，学着离开，学着无情，学着对自己好，一步一步成长，一步一步黑化。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。